Sorry 哦，因为我今天的喉咙状态你们听出来有点不是特别好，但我尽力了。海口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先让我感谢一下我们的出品方好吗？首先感谢我们的出品方，潮石音乐，也就是我的音乐公司啊。哇塞，这么急着走啊？不至于吧？赶公交车啊？还有一首歌呢。哇哦！主办方泰和音乐集团，制作单位有秀必应，还有呢，特别鸣谢就是我们的海口市人民政府，对海口市的公安局，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，我们今天不能在这里见面。还有海口市的旅文局，还有呢，海口五元的，五元河，还是海口五元河体育场，这盒子不知道去哪了。好了，哎，以及呢，我们的音乐总监刘卓老师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舞蹈的修 pro， 谢谢所有人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感谢就是所有在场的所有的观众，谢谢你们。我知道你们此行过来非常的辛苦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因为对吧？刚刚开放出来，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保护好身体，好不好？最重要的，今天演唱会好看吗？再办你们还来看吗？来，那我再唱一首歌你们再走好不好啊？好，come on。